心想我们阿伦实在太累了哦，马丁又从金厦坐车坐到轿车上了。因为呢，阿姨面呢对我规定，只要安全的抓到去坐轿车，就把当班的生产的煤全部喊扣。阿伦呢坐轿车十几关了，所以呢管着特别管得紧。阿伦也是怪我运气不好，恰恰真的是我刚刚坐上去，真的就把这班人抓到去。他是不是像王八一样？但是我求了，哎呀，我这个我求你了嘛！我真的这种错，放我这马路，我说我真的是太累了哈，下次我再也不敢做。我做事情呢，希望你给我瞒着去，把我上面报了。我说你报上去，我肯定我会不会来找。当时那还没讲呢，我就认为就没事。哎呀，等我回去了，我把澡一洗，刚刚把饭吃完，哎，我们两个代班队长又来，把我喊进去办公室，包包柴火一点。到最后我快要满行的时候，我才晓得，因为他们当地，他们以前还是不会搞事，是看到这狗，在做姿势或做体活，才学着去。所以呢，他们当地呢，就把狗呢。喊成老师傅，师傅，装钱了。哎，他其实长子，当时我把你放出来，我也见不得几联系，是吧？和我们这关系没必要。春哥，你老妈留下的房产证，等到医生那点，老外骗闹过几次，报到小外去。你妈说让你以后帮忙看到点小物物，老外是废了。好生来找个人没有？找个有一笔钱我都给你存起来啊，你妈要我帮你把那个证书盘下来和老医生去做。不是让你直接拿给张西吗？他每个月写信给我，都是讲以前，从来没讲到现在的生活，那是不是已经嫁人了？陈哥，就慢点个。我问你，张先生在哪边？我想见见他。正月，我特意学一首歌。陈哥，是不是去年都病死？